哋今日要读嘅经文系腓立比书四章十至二十节。我靠主大大地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来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微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恩念分担。望见培牧师，弟兄姊妹早晨。在工场的时候，通常我就会用弟兄姐妹早上好，希望我这样的不咸不淡的普普通通的你都听得明白。我们就是这样在散居的华人当中，用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呢，他们听得明白，我们能够了解他们说什么，就开始我们的侍奉的工作。今早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透过这段圣经来到去用这个题目，思念分担。当我们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或者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应该知道，不过可能也有一些刚刚来教会，是吧？有没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啊？有，或者我就想多了嘅，希望咧我哋教会系会更多更多嘅，即系新嘅朋友啦。如果你系嚟到我哋教会，我好希望咧，即系你唔单止嚟到认识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咧，你对神嘅话语、对圣经啊，有一啲咧基本嘅了解，好唔好啊？咁咧喺腓立比书里边咧，嗱，我哋啱读嘅圣经咧就会提到咧保罗话我离开马其顿啊，咁呢个地方Macedonia，咁咧就系保罗喺传福音嘅时候，本来啊佢有一个嘅宣教嘅行程，佢嘅宣教行程咧就冇去咧呢一个叫马其顿或者咧腓立比呢啲地方嘅，佢本来咧就好想去咧以前佢去开曾经建立教会嘅地方咧，从即系去鼓励弟兄姊妹。但是神一次两次这样不给，圣经就说圣灵禁止和拦阻，于是他就在那个时候怎算呢，去哪好呢？忽然在夜晚他就见到一个异象，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过来马其顿啦，这样。于是呢保罗就在美西亚那个地方就去了马其顿啦。去到马其顿，原来腓立比是一个嘅住房城啊，就系咧设立即系军事要塞嘅地方。嗱，我唔知道我哋喺今日，即系我哋弟兄姊妹对于呢个嘅观念或者嘅体会点。有一次咧，我就喺俄罗斯去咗一个嘅住房城。呢个住房城系咩咧？就系叫赤塔 （Chita）， 就系俄罗斯。在遠東其中一個在中國邊境附近的一個住房城。那我開始呢，即是對馬其頓、腓立比
这个所谓住房城呢，就有一个深少少的体会。对不起，我这个呢就是我的问题了，一下忘记了山那个的，如果大家忘记了山，现在好像我这样翻山回去。那住房城呢，就是即係當然駐軍啦嘅地方，咁但係咧嗰啲人喺度做生意咧就好重要嘅喎，因為咧能夠有軍隊嘅地方咧，其實都係一個嘅商機嚟嘅嚇，咁亦都係有即係貿易嘅往來。如果唔係咧，就唔係一個重鎮，佢就唔需要咧擺軍喺嗰度。咁嚇去到腓立比呢個地方，嗱當時咧就真係。在这个地区里面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是谁。咁保罗就去到那里遇到一个女人，就在那里开始在一个河边那里来到传福音。咁然后呢就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腓立比教会，或者腓立比书呢，这个背景就是这间在一个地区有个教会，他们呢就跟保罗有一个很深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保罗用福音来到生了，或者说呢就是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然后呢就聚集一起呢建立了聚会的地方，我们今天称之为教会这个地方。很美的图画，因为在宣教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说今天用这个现代可不可以说直堂建立教会，那么有一班人在那里 信耶稣，来到得到建立，更加认识耶稣，更加认识圣经，在那个属灵生命里面呢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认识和了解，在那里敬拜聚会，在那里呢向当地的人或者周边的人呢继续将福音来传开。咁呢個就係嗰個地方教會個嘅功能同埋一個作用，亦都係弟兄姊妹咧同時喺度學習點樣跟從耶穌，學習點樣傳福音，學習點樣樣咧嚟到栽培一啲新信耶穌嘅人，我哋稱為咧門徒嘅建立。唔單止咁，我哋更都睇到咧腓立比呢個教會咧，佢同保羅另一個關係就係、是、當保羅離開咗佢哋，嗱宣教士會離開工場。建立了一个教会，宣教士不是就永远留在那里然后到做土皇帝，他呢即神会将宣教士呢会可能带去另一个地方继续呢来到建立教会的工作。保罗现在不是在旅途当中，或者说呢如果你了解到腓立比书的背景呢，就称为一个叫做监狱的宣信，就是保罗坐紧监，点解坐监啊？就是因为传福音。咁而家咧，佢喺罗马嗰个嘅监狱。嗱，呢个监牢咧就唔同我哋今日对坐监嘅理解，或者我哋可以咁讲咧，就系有一啲买嗰啲嘅政治犯咧，佢唔一定要坐监嘅，但系佢哋被软禁，明白个意思嘛？被软禁，软禁系点咧？就有一啲人咧喺。去個住所或者旁邊咧，嚟到睇住佢啊！好多年之前，我就有機會咧去到廣州嘅大馬站，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個地方咧？啊，喺信耶穌耐啲嘅朋友或者基督徒會知嘅。大馬站當時有一個姓林嘅傳道人叫林憲高，佢住所下低就係一個派出所。哪个人去探望林献高牧师呢就知道了，他的相呢就被点了。所以呢我去探林牧师，所以我的相呢都是挺好的，被人看了。这个被软禁，他有自由，他可以有某一个限度的自由，能够有活动，但是一举一动呢是有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呢，其中我去到一个城市的地方呢，就是教会的外面呢就有一个扩音器，就是前苏联的时候那有扩音器，那教会里面的同工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什么？我说扩音器咯，那60年代这个不是只是扩音器，还是收听器。他说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东西
收晒。呢一种被监视、被咧即系完全嘅控制嘅场景，咁咧保罗系一个咁样样。佢你知道啊，佢原来咧喺嗰个时候咧系有御营全军啊，周不时嚟到同佢嚟到换房啊，嚟到同佢见面。佢就首先就向呢啲嘅同佢坐监或者看监嘅人咧嚟到去传福音。嗱，保罗系喺咁嘅状态里边。他失去了某一些自由，但是他又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咁咧，好多年之前有一套嘅所谓电影叫做《假如我是真的》。咁其中我唔系好记得个实，即系 exactly 嗰句嘅说话点讲吓，因为喺个对话，即系喺个思想上边咧，佢可以好自由。假如我是真的吓，咁样样。咁佢就有無限嘅想像。嗱，你諗到，即係喺一個被監禁嘅情況裏面，原來仍然可以有某一種程度嘅自由嘅時候咧，嗱，保羅就喺呢一種咁樣嘅狀態裏面向御營嘅全軍嚟到傳福音。佢又可以有自由咧接觸唔同嘅人，有人嚟到唔係探監啊，直情同佢一齊生活添啊，有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腓立比書就是一個這樣的背景，然後當保羅要寫腓立比書的時候，為什麼呢？其中一個就是關乎到在腓立比教會裏面他們呢傳福音的情況，但是來到我們今早剛剛讀的經文呢，有一個很美麗的很美麗的圖畫。這個圖畫是什麼？他說保羅說我大大的喜樂，我大大的喜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呢现在又发生了，不是第一次，隔了一段时间又来过。就是呢，你们曾即以前都是这样的，思念呢是一种的情来的。这个情呢就是因为他们跟保罗已经有一个很深入的关系。剛才我們讀經文就看一次兩次這樣打發人去供應他嘛，所以呢、就是、這種情呢是不住的反生。為什麼這麼對保羅有一個思念呢？另外去到十四節呢，然而你們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中文聖經還有一個另外一個譯本呢，就說呢你們分擔我的困苦。这个是汉语的译本里面，你们分担我的痛苦，同受患难是分担我的困苦。今早我就从这个这样两节的经文里面主要来到去做今天的主题。背景就是当保罗和他们有一个关系的时候，这间是保罗建立的教会，现在他们支持保罗的福音的工作。当保罗现在坐监的时候，他们呢不会说哎你坐监我要撇除关系撇清关系，你又理我又不是，他反而呢是挂住他，不单止挂住他，还有些行动的，思念是有行动的，这个情是包含了一些行动的。那个行动是什么？他会派人去，他多次这样供应，现在打发人去供应他的需要。这个是将以巴弗提差去供应保罗，带了一些东西，这些很明显就是一些物质上的供应。这个思念是有行动，这个行动不只是给钱，还要将一些人，一个人特别是差派去到保罗那里。他们和保罗的关系是，保罗不单止建立他们这个教会，他们现在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面，他们愿意来到去支援，用物质上的去支援。他们挂住保罗，究竟他坐监是怎样呢？他需要是怎样呢？派人，打发人。打发了他们其中一位的弟兄叫以巴弗提。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想一想，
就是如果我们教会去关心一个的宣教士的时候，除了呢我们等候他写封信回来告诉我们、啊、怎么样，现在呢保罗写封信回来我们知道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他还有呢就派了一个人出去了解，去帮助那个现在在外面的那个宣教士，那个同工，他们对保罗就是一种这样的心，现在他要派人去。还有当时你知道那种的、就是、旅行呢不好像今天那么方便，今天买张机票明天就走得，他们要、就是、可能要坐船要走路 很多 的时间，而且去到罗马这个地方他要呢入到去跟保罗同住那种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这种、就是、被软禁 的场所的环境是怎样。好了，这个人要被差出去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教会愿意支持那个的同工，教会不单止用金钱，现在可以电子转账，不是，现在我们呢是更将一个人呢来到去出去帮他了解，那这个是实际的行动，思念那个情透过一个很实在的接触来到见到。或者我今天岔开的这么多，在早上的崇拜的时候，我特别对在网上的弟兄姊妹说这句话，我们太方便了，现在可以用即网，但是如果你思念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情会是怎样呢？如果你可以回到来，可以实体地见面的时候，这种的思念的情是不是更加贴近一点呢？我离开了小题，不过提一提这件事，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习惯了太舒服了，我们透过我的科技，但是我很挂着你啊，我在网上见到你了，够吗？我们想一想，如果我很挂住那个人，很挂住那件事，我们会有个行动的，我们会有一些 很实在的一个接触，我们可能即是发现到当以巴弗提去到保罗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保罗一见到以巴弗提会是怎样呢？我认识伊洛比较长的时间，不讲背景，即是认识他久一点，有些时候我们见面即是击掌是吧，掂一掂啦。星期五晚好多谢那位我们的传道潘传道是吧，在领司的时候要我们呢即是做一些很亲昵的动作就是大家要接触一下搭下。嗱、这个是在一种即是关系上，当我们去挂着人或者我们同人的接触的时候，有一种这样的接触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那种的温暖，好耐冇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的拥抱，有一个即是哇好多嘢讲的时候，将那种的情况要表达。以巴弗提去到保罗那里，不单止带来了物质上金钱上那种即是比较好像、需要、或者带来一些衣服带来一些物资，不只是那样东西，他带来的就是整个教会透过一个代表来到表达，我们关心你啊保罗，我们好挂住你啊保罗，我们好想跟你了解你的状况，以致我们在个关心里面，我们的祷告里面更加切实啊。还有不是只是你的保罗，我们现在以巴弗提呢是代表了我们整个教会来到，即是怎样，他不是来了就走，他要跟你一起。所以第二章我们发现到保罗告诉我们，以巴弗提呢是跟他一同当兵的，一同作工的，他是我的兄弟。想想第二章25节，他是我的兄弟，这个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是一个很多年的建立的。讲到兄弟就不容易，我们可以、就是、
即係點講啊？為咗兄弟咧，可以兩肋插刀，有冇聽佢説話？啊，呢啲好好深嘅感情嚟嘅。而家保羅話咧，唔單止我兄弟，佢係我同工，仲係一齊當兵。講到原來以巴弗提嚟到，唔單止係帶俾佢嗰個嘅感情嘅激勵、鼓勵佢、boot up 佢，更加咧係一齊做啊！保羅而家坐緊監點做啊？哦，佢一齊同工，喺福音上同工，仲有一齊打仗，一場屬靈嘅戰爭，一齊當兵。呢一種咁樣嘅思念，透過以巴弗提，代表緊教會對呢一個嘅宣教同工嗰個重視，嗰個關懷。那個呢不是只是在遠處我們發功禱告，以至呢神用祂的神力幫助你排除萬難，實際點我們還有人來到跟你一起同工。以巴弗提變成什麼呢？變成一個宣教同工，是不是？祂被差出去，不單止一個外面已經作緊工的保羅，等佢當佢坐緊監啦嚇，但係佢又作緊工，佢需要有同工，唔係單打獨鬥。教會而家咧就將一個咁樣嘅宣教同工拆出嚟，同保羅一齊同工。呢一個思念係咪好美麗啊？呢個美麗嘅圖畫係。不单止我们支持一个我们很认识很熟的，甚至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的教牧同工，一个宣教同工，现在更加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兴起了一个宣教的同工，我们打发他差他出去。这个思念是更有深度，不单止我们对在工场上的宣教同工，我们表达着那种的关切，这种关切还有带来连续或者说后续性的一个的行为，一个的承接。这个承接就是以巴弗提在这里冒了出来，他跟保罗同工一起当兵。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当我们今天在差传年会当中，教会差传会很多年，我想我都来讲过两次，今次好像第三次，我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不是只是这样，每一年我们 set 了个 budget，我们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为宣教士祈祷，我们组织了有一些小组，或者我们关心我们的宣教同工。我相信教会仍然很想很期待的是，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人，他们可以被差派出去，甚至可能是跟我们在外面支持的宣教士成为他们的同工，跟他们一起当兵。这个会不会是我们今年弟兄姊妹说我们祷告支援关爱同行，是成为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求主怜悯帮助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到去差派一些的同工，不是只是短宣，短宣好的，因为短宣出去的时候稍后会说，那 你可以了解到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士在工场上面，但是有一些是可以去到跟宣教士生活一段的时间，按照他们就是被差出去的宣教士，跟我们的宣教士一起的同工。这种的思念是他更深层，因为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差出去，他们很
有一个 bonding 是更加紧密，当然跟保罗有关系，但是现在更有以巴弗提。当他们听到以巴弗提病的时候会怎样？这么远，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即是在舞堂舞会那种的关切这个情况。这一种是关系的思念，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第二方面就是分担困苦，同受患难。受什么患难呢？保罗自己在监牢里面，他为福音的缘故他坐监，但是对腓立比遥远，两个不同的地方，在一个马其顿这边，罗马在这一头，要兜下去，这样的有这么、就是、地理上的差距，怎样来到去同受患难，分担他的困苦呢？除了在祷告里面我们挂住、我们很顾念到挂念到现在呢、就是、坐在监的那位同工，怎样分担？就是透过以巴弗提去到跟他跟保罗一起。以巴弗提本来是不需要受这种苦，是吧？他不需要被人讲得俗一点，被点上看了相，被人记录了他。现在他直接跟他们生活，跟保罗一起生活，御营全军在他旁边。保罗去，以巴弗提去到，就代表了腓立比教会，就是一起跟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这个苦。腓立比教会在这里不单止千里迢迢的用祷告去支援他们，现在其实在心里面是跟保罗和以巴弗提连成一线，心里面连成一线，这种是分担困苦。这个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的景象呢？当我们说我们为宣教士顾念，为他们祷告，坦白地说，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跟宣教士的心是连成一线呢？我们有的，真是很真心的祷告，很实在的，我们在祈祷的时候都会道欲少少，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时时跟他们有一种、同生共死的那种的感受呢？ 当我们的同工在前面遇到一些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感同身受？我们不是来到在后面啊，为什么他们这样啊，为什么他会这样 啊我们好惨啊，觉得他好惨，不是这样 的同情体恤，而是感受一切。那这种是一个很不同的情况，也都是不容易达到这个程度，除非 是我们很爱这个人，他这个是跟我很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明白吗？当用到分担困苦的同受患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的感受来的。这种感受是我同你，你同我一起拍住来的，拍住上。今天当我们愿意说我们甘心我们支持的宣教同工，我们跟他关爱同行，有没有考虑过是跟他们同受苦难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是 很深的程度。这个程度包括是我们跟这个宣教同工他的认识和他的关系。教会去支持去为宣教士同工祷告，
我哋点样样可以更深入嘅同我哋所祷告嘅同工、所支持嘅同工有更深一层嘅嗰种嘅属灵嘅关系，嗰种凭祭嘅关系。这个正是我们今天整个在参与宣教的事工里面一起努力的地方，因为这种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这个是讲紧是多年经年累月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慢慢建立的。在这里你看到图画，其中一位是传道人，可能有人认识的，他是我们福音堂其中一位传道人，当然不是恩典，恩典你就立刻知道是谁了。这个是士加堡环福音堂的国语堂的同工，最即刚刚见到第一位，即最近镜那位宋圣牧师。點解掃呢張相出嚟咧？嗱，呢個背景嚟嘅，個背景係咩咧？唔講你可能有啲人唔知，因為你喺恩典耐啲嘅陳牧師啊、伊樂就知道我啲底啊。我有咩底咧？其中我就喺我哋華人福音堂當年喺西區嘅直堂嘅時候，咁我係直堂嘅一個同工。咁我哋咧就要喺華人福音堂喺 downtown 咧，就一齊嚟到開會，有好多嘅聯繫。宋牧師咧，當年咧就係仲係教會嘅弟兄，仲未入神學院，仲未受裝備。我係睇住佢入神學院，睇住後嚟咧畢業之後，就喺華人福音堂咧嚟到成為咗國語堂嘅同工。好啦，長話短説。我已經不在丹丹福音堂這個的setting了，但是教會即知道我入了差會的時候就 很感恩，因為不單止恩典這麼多年支持，也都有福音堂也都是我支持的教會。幾年前他就說我們怎樣可以去幫助你的事工呢？去年我們就去了這個叫做布爾諾在捷克的地方，我們就這一班就是這個福音堂國語堂第一隊的短宣隊，華人福音堂六十年，國語堂由九零年代開始未派出過一隊的福音隊短宣隊，去年這一隊短宣隊成行，他們就跟我去到布爾諾捷克這個地方，是沒有華人教會的地方。我在那裡我們開始了這個的中秋晚會，來了六十多人，在一個沒有教會，只是一些弟兄姊妹零散的基督徒，我們就是這樣開始了在那裡的福音工作。福音堂國語堂成為了很實際地與我同工，這個是一個親身第一身的感受經歷。在沒有教會的地方願意承擔，願意跟我們宣教的同工一起搭配，這個是不是關愛同行啊？當星期五晚聽到潘傳道和 Ida 的分享，大家知道他們去了智灣墨西哥，
亦都係大家支持嘅宣教同工學啊 ，Wendy 同係咩啊 ？KK，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其實我感恩就係恩典已經行出咗呢一步，但我好想多一個要求，或者多一個大家一起禱告的，就是神啊，在我們教會裡面興起好像以巴弗提的這些的弟兄姊妹，興起這些以巴弗提這一類的弟兄姊妹，被教會差派出去，在那裡，在工場那裡，跟我們支持的宣教同工，一起的同工，一起的同工。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困難，在工場上面，其實潘傳道是做兒童工作可，所以他就很專家。同樣在布爾諾，我們就這一班的弟兄姊妹，其中這些是姊妹多一點，就做小孩工作，另一邊我們就是成年人的聚會。弟兄姊妹，稍微多分享一下關於布爾諾，因為這個地方是在捷克第二大城市，這個城市以前是有宗教背景或者有基督教背景，因為這個稱為莫拉維的地區 Moravian。 Moravian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說信仰的 DNA， 因為莫拉維的人，他們最早輩呢是將敬拜的位置呢放在一個村口，他們後面就是生活的地方，但是前面就是他們敬拜的地方。那這個的傳統呢，就是以敬拜為中心的，這個是他們這個莫拉維人的這個的背景。但是今天在捷克全境裏面60%多接近70%呢，是稱為無神論者。這個就是捷克那個境況。華人在捷克，全個捷克大約估計保守的8000，再可以闊少少就當10000，但是分散在布爾諾地方大約是1000人左右，因為流動人口，包括了國內來的、台灣來的、東南亞來的華人。而裡面我們現在在這兩年多，我們有一個查經的團契，裡面約莫是可以去到10人。感恩的剛剛這兩天，他們帶來了2個新的基督徒在當地，所以下一次我們的網上的查經就會多多2個。 Hopefully 這個是目前的境況，裡面沒有教會，沒有駐地的宣教同工。現在我們怎麼做呢？我和師母每一年最少去2至3次，然後帶短宣，有教牧同工。現在我們希望能夠猜到一對的宣教士夫婦，主若許可放在那裡。我希望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在我心裡面，我不想只有一對，因為覺得即大家明白這個的工場其實是需要一對人，最好最少就是兩 pair， 然後即同工之間有一個的配搭，理想啲係咁講，但係大家都明白喺宣教嘅事同工裏面，我哋好難嚟到即係用一個招聘嘅方式，係需要有神好清楚對佢哋帶領，佢哋願意行出去。但係如果教會，如果我哋願意關心關愛我哋嘅宣教事同工嘅時候，呢個係咪可以放喺大家殷切的祷告里面？主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主啊，你兴起我们其中一些弟兄姊妹
願意受差出去，願意是踏上征途，願意是代表我們教會，其實他是代表我們教會一起在外面來到去擴展神的國度。這個會不會是今天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願意一起承擔起來，一起願意不是只是在我們一個安舒很平穩的位置裡面遙遠地禱告發功，而是你能夠有我們自己的弟兄姊妹，再跟我們認識的同工彼此在工場上面來到建立這個侍奉的團隊。今天你知道我們華人教會在宣教工場上面很多時候都是孤軍作戰，打單炮，甚至有些時候不太懂得怎樣 跟團隊的協作。當我們關注關心宣教的時候，關心宣教事的時候，我們是否求主給我們再深一步，讓我們為到即整個宣教的事工、宣教的團隊來到去禱告，讓主興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他們受感蒙召被差，以致在工場上面建立一個比較健康一點、比較多元一點這樣的宣教團隊呢？這個是否我們今年在宣教的年會當中這個主題裡面，我們可以求主讓我們的胸、心胸、個胸懷更加的擴闊，讓我們在這個的關心裡面更加來到去進深多一步，建立我們跟宣教士、跟差會這個這樣的緊密的關係。作為信徒，你可以做什麼呢？你願意做什麼呢？這些好像是一些的model answer，不過稍微提一提。當然禱告啦，當然可以關懷一個你熟悉的宣教士和他的家啦，你來參加教會的宣教小組或者短宣隊啦，最後做一個知情識趣的宣教夥伴，買一個廣告，願我們能夠在整個的宣教的運動裡面，我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們不是觀眾。求主幫助我們，即無論在前線、在後方，或者我們體會怎樣是拍住上，求主憐憫。